奥特老王，你看到我爸爸了吗？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我爸爸了。你爸爸中了贝利亚的黑暗能量，已经失去了光明，不配做奥特战士了。原来你们都抛弃了我爸爸，我不管我就要去找他。爸爸你在哪里啊？我是小赛罗啊。爸爸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我心好痛啊，我明明这么努力的打怪兽，因为打怪兽我变成这个模样，奥特曼嫌弃我，地球人也嫌弃我，可能还是我做得不够好，我真是太伤心了。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，就算我离开了，大家也不会记得我了。爸爸，爸爸你不要伤心，地球上还有很多人喜欢你的，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强的奥特战士。我给爸爸以前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，如果大家觉得还行，爸爸就可以重新获得光之能量。